秦风，拜见双亲。风儿，快快起来，你可算是回来了。娘，风儿，快见过诸位长辈。晚辈拜见各位长辈。秦风声明威震大玄国，并被陛下许诺冠军侯。我们这帮老家伙将来。 还要仰仗你的威名啊！秦风，必不负众位期望。秦风见过二叔。啊，不必多礼。听说影妹最近和秦晨走得很近呢。秦晨的丧我二弟叛出秦家，乃是秦家的罪人。 希望影妹以后少跟此人来往，以免污了我秦家的名声。秦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秦晨也是我秦家血脉，你身为秦家兄长，岂能如此冷漠？秦晨已主动脱离我秦家，又岂能算是我秦家人？你，他既伤秦分，就是与我秦风为敌。 二叔，你身为长辈，岂能是非不分，为一个外人说话呢？你，母亲，我想去看看二弟。快跟我来！哼！爹，你看他们。二弟，大哥、啊，他得把你伤成这样。大哥，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！二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饶过那小子的。 凤儿，你已跨入地级巅峰了。母亲，孩儿已在1年前就已经突破了。大哥，你才20岁，就已经进入地级巅峰了。不过，凤儿，你还是要小心，那秦月池母子可没那么简单。母亲不必担心，这些年我在战场上击杀的天级武将。 已经不止1人了，那娘就放心了。区区一个废物而已，不足为虑。孩儿的目标是这届5国大比的第1。大哥，你准备怎么做？在王都下战书约战，他若敢答应，我便让他在进入血无圣地之前。 成为一个废人，失去进入血武圣地的资格。哼！二弟，这是疗伤圣药九转丹，你吃了它，你的伤不久就会痊愈了。谢谢大哥。 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啊！哎，别管，就这个。秦晨，手足相残，卑劣无耻！我家秦风少爷宣布，3日之后，王都生死台挑战秦晨。若秦晨有胆，便来一战。生死台比武前都要签生死契约，每年死在生死台的武者不计其数。 秦风这是要杀了秦晨啊！秦晨若上场，怕是必死无疑啊！哎，秦风来了！这就是我们大玄国的天才，曾立下赫赫战功啊！风少爷，卫士，决战公平，生死比武之时，我秦风让秦尘双手。哇，这太嚣张了！3日后，我在此等候，看着秦尘是否应战，亦或是一个没胆的孬种。 陈少，陈少，陈少！陈少，你可千万不能答应秦风的挑战啊！秦风的实力深不可测，他这么说无非是想让你答应他的约战，好正大光明对你下死手啊！说什么呢？啊，那个，秦风回到王都向你约战的事儿，你不知道吗？ 我当什么事儿呢？他想邀战就让他邀好了，我哪有时间陪他打架呀？哎呀，那好，那你不放在心上就行。哎呦，少爷。 秦晨有什么消息吗？秦晨一直没有回应，也没有答应约战，这些天一直在家闭关修炼，并无外出。他这样的年纪，血气方刚，岂能无视我的激将？看来这些天在家苦苦修炼武艺，怕是要与我较量一番。走。 去生死台等他。都让开，让开！我大哥秦风到了。哎，来了。哎呦，还真来了。 以秦风的实力，击败秦尘还不是易如反掌？哼！今日他若敢来，必将颜面扫地。待会儿你们好好看看，看看我大哥是怎么修理秦尘那小子的。 陈少，生死台那边可是有很多人正等着你呢。哼，阁主倒是蛮关心秦家的家事。秦家之事，即便我这个外人也颇觉有趣。我要的东西都齐了吗？刘光，将陈少要的药材拿来。 陈少，看看，可有错漏？怎么样，陈少？没错吧？阁主，不妥吗？无趣的家伙，这家伙还是不是男人？这么一个活色生香的美女在他面前，居然只是盯着这些药材。既然材料已经集齐，不知陈少要炼制什么丹药？3品的铸体丹、凝体丹，还有爆体丹。 铸体丹我知道，服用之后能够巩固武者经脉和肉身；凝体丹则是凝聚肉身力量的一种丹药。至于这爆体丹，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爆体丹可以加快武者修炼的速度，但是也极其危险，容易引发武者体内的经脉爆裂。你要炼制这3种丹药做什么？这。 阁主就不必操心了吧，只需帮我炼制即可。铸体丹，今日就能给你。凝体丹，我虽知道丹方，却从未炼制过。至于这爆体丹，我连丹方都不知，你让我如何炼制啊？阁主不必担心，只需帮我准备一间炼制室即可，我指导你炼制。 陈少，哎呀，阁主乃是3品炼药师，你一个1品炼药师指导他炼制，这无妨。啊！既然陈少这么笃定，就直接去我的炼制室吧。先召唤3个丹炉啊！这3个丹炉，哎呀，一个就够了。1个丹炉，那得炼制到什么时候啊？3种丹药同时进入丹炉会快一些。陈少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3炉一同炼制，根本不可能成功。说了有我，你只管炼制即可。 萧亚阁主，开启聚火阵，热鼎吧。接下来，将3品铸体丹、凝体丹还有爆体丹的材料分别加入这3个丹炉之中。把所有材料都加进去，这么多丹药在炉中反应。 很可能会炸炉，陈少，你确定？同样的话，我不想再说第2遍。罢了，陈少非要乱来，也只能听他的了。这……截然不同，他究竟是怎么做到的？这是什么空火术啊！这……萧亚阁主，炼丹的时候可不能愣神，还不抓紧控制阵法。肉胀炉了！陈少，是我失误了。谁让你停下的？还不赶紧控制药材反应！可是已经失败了。谁说失败了？ 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突然一下子就平稳了？难道我眼睛花了吗？哎，陈少，你刚才施展的是什么炼丹手法？我居然无法看清。这很简单，待会儿教你，先专心炼药。很简单。药性暴走，是因为药材在融合过程中失去平衡。 而产生的过激反应，炼药师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注入自己的灵力，逆转融合，而是应该顺势引导，根据药材本身的特性，让其回归到融合过程当中来。至于先前的温度控制更简单，任何一个炼制阵法都有108道基础阵纹构成，其中36道主阵纹，72道辅助阵纹，这些基础阵法彼此融合。 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炼制大阵。通过操控72道辅助阵纹，可以对阵法任何一个部位的火焰温度、大小、火候进行调整。你们对炼火阵纹的操控太过粗糙，而且你们对炼丹原理根本就没有掌握，在炼丹领域，连入门都算不上。真正的炼药师必须依靠对药材的理解，将灵力微妙融入到炼制过程中，而非强行干涉。炼制过程中每一丝灵力都必须用在刀刃上。这和我以前的炼制截然不同。陈少的炼制堪称大师级别。赢！竟然真的成功了！三路不同的三品丹药，竟然可以同时炼制成功，这简直是神迹呀！这炼制出来这些货色，纯度这么低，你没好意思庆祝？啊，这20多枚丹药，饱满圆润，香气清新柔和，且有丹纹浮现，个个都是上等啊！ 是啊，陈少，这都是上等丹药啊，只是上等而已。这种品相换做以前，都要被丢掉了。现在只能提纯一下了。丹药已经成型。 还能再提纯？这……这手法是……这丹纹药性融合度起码提升到了90%。虽然比特等镇元丹差了一些，不过已经比刚才强多了。丹药技艺炼制成功，还请萧亚阁主帮我准备一间修炼室吧。陈少，不如就去我的修炼室吧。陈少，请。 陈少，这里便是我的私人修炼室，你只管放心使用。开始吧。 到底什么时候到啊？就算不来应战，也得出来表个态吧。是啊，这秦晨肯定会来的。秦奋，你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是赶紧回家歇着吧。嗯，李清风，以你的实力跟我大哥比，还是差远了。 只要秦晨还是个男人，就不可能对我的挑衅置之不理。一旦他过来，届时只需挑衅几句，冲动之下必然上台同我决斗。到那个时候，哼！演好就得了吧？这不是浪费别人时间吗？ 回去歇着一会儿，过来过会儿再来看看。我等不下去了，可不是嘛，肯定不敢来。生了一个大侠练拳，这太丢人了。受不了了，不如大家一起跟我去秦真住所，把这个缩头乌龟揪出来。跟我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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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开着，开着，开着，走吧，走，走，怎么回事啊？这干嘛呀？ 何人擅闯此地？我们是来找秦晨的，让秦晨滚出来！我乃魏齐侯之子，魏震是也。此次前来，是来找秦晨的，还请左统领让秦晨出来一见。我管你们是谁，此地乃是私宅，给我退后！ 左立，你什么意思？胆敢跨过这条线的，老子不管他是谁，统统拿下！你敢？一个小小的西城城卫军副统领而已，无法无天了还？慢着，我乃是秦家二公子秦奋，不知道左立统领能否给在下一个面子？ 老子管你是谁家的公子，跨过此线者，杀无赦！又杀我！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，动手！你！ 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胆敢冒犯程卫军，给我拿下！是。左统领，放过他们俩如何呀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敢设计陈少，天王老子的面子也不给！天启，天启了！左力不是当年身怀暗疾，无法突破了吗？这怎么？30多岁的天启无常，李清风，左力真突破天劫了！不信，你再上去试试啊！依我看，左力不仅突破了天劫，距离天劫中期，怕也只有一步之遥了。 不知死活！左统领，我等无意冒犯，请息怒，请息怒！滚！我只说一遍，限你们5个呼吸之内全部给我滚出去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为什么总是我？ 肯定不敢啦！来，早该来了。啊，这个你要等的话，好等。知道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让开！从早上等到下午，谁知道秦晨根本就没出现啊！ 你还嫌在秦真家丢人丢的不够啊？还往这跑？也不知道那个秦晨到底做了什么，居然连天级武者都对他忠心耿耿。我告诉你，从今以后不许你再招惹秦晨，不然我打断你的腿！我去的时候不是大哥冲在最前面吗？ 胡说八道！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回家，走。